止痛药，在战局内找到四只吗啡，上交就可完成任务了。后面我会教去哪些地方捡医疗用品。海关推荐捡蛇肉的地方在情报医疗楼这栋。那我们进来，然后他医疗用品一楼出的地方在后门，我们最后门，地板或者是架子上，他都会出医疗用品。013这里后门进来，地上还有这个医疗箱都有机会出蛇毒丸。那我们去二楼，然后情报房有几率也会出一个医疗用品。地上，好像是第三柜这里也会出医疗用品。那还有玻璃房，情报医疗楼的玻璃房，这货架上也会出蛇毒丸，这种货架上。多一个房间医疗用品最多啦，有机遇也会没有啦。这种货架上都有医疗用品。好，接着我们去013，海关013也有机遇会出医疗用品，在武器房跟食物房，只是几率会比较小而已啦。然后武器房进来，它只有一区医疗用品，武器房到这里。这个区域会出医疗用品，那我们去食物房。然后食物房它的右边这里也会出医疗用品，这躺椅上面。森林推荐捡蛇肉的地方在地图的右下角的医疗区。那我们这里过来，桌上或材料箱里面都会有机遇出蛇肉啊。这种桌上啊，都会出那种任务的东西啊，像捡眼镜啊这种，这我们要看清楚。还有这个白色铁柜里面也会出医疗用品，这都要看清楚。蛇露啊，布洛芬啊，然后这区的材料箱都有几率会出蛇露啊，这都会出医疗用品，都要看清楚。然后货架上啊，桌上啊，蛇毒丸都看清楚了，都有机会出蛇毒丸。然后森林捡蛇毒丸推荐的地方是在这里，地图的右下角。土匪站捡蛇毒丸的地方推荐是医疗楼，然后我现在位置在直升机左前方，然后我们进医疗楼，然后地板。手术台桌上都会出蛇毒丸，那我们进来专心看地板，手术台地板就一个，然后手术台也一个，然后地上这些药剂都要看清楚，桌上也有，然后进来看清楚。那我们上二楼，这种房间内有医疗货架的地板药剂都会出，你看啊，蛇毒丸。还有铝甲板，每间都要看清楚，因为它的地板色差很严重，要看清楚才看得清楚。他建议是用斯卡福镜来捡啊，那种货架上啊、纸箱上都会出蛇毒丸，推荐是以斯卡福镜来捡会比较好测。